达沃的那个 CD 寄给土耳其，然后呢制作人看，诶，他们说这个里面的小话是谁的，他们都听不到我的声音，就是他。你没对，就是他这样子一边拍，我说不要笑啊，因为我要讲我这样子，哎，你好你好，我就在表演的，后面有一个，就是他。所以呢，我真的推荐给他一个新的工作。你们知道美国电影后面有一些声音吗？你们想美国人笑，一个人开玩笑后面，对对，那好，那可以有，很适合，很适合，可以做。可是台湾也有这种事情。台湾我们没有看，你们上电视还是我上电视的时候，你们看电视制作人啊，后面一定有一些的，他们叫做，你们有没有想想？你们想想，你们想想看电视对不对？他们在那个录取新的工作人员的时候，他们第一次问你这样子，你会哎吗？哎的，哦哎的不错，你可以录取，然后不是工作。他们不问你你的 MSN， 你用电脑什么什么没有吗？没有问你，他们说你 A 的什么样 ？A 的不错，你可以继续。哎，我开玩笑的，后面的，这怎么可能？跟日本人一样，日本人也是，没有日本人。有没有日本人？这拜托有没有？没问题没有？没有，没有问题啊，可以说。没有日本朋友，他问我你 Where are you from？ 我说 I'm from Turkey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简单。可是一模一样的问题我也有，台湾也有。什么？哎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哎哎，台湾的比较 soft， 哎哎哎。然后我去土耳其，我去土耳其，爸爸跟我说，你是不是在台湾什么样？哎。我什么的，我因为你们的就是所有的一些那个行为，所有的那个你们的什么说你们的 feelings 都在我的身上。那刚刚看到你们，我的名字就是 iPhone， 有些人是 iPhone， 很像 iPhone， 有点像。那我的英文名字是，我念了以后拜托不要念，因为比较可怕的名字 ，Rifat， 可以念吗 ？Rifat， 可以念吗？